沟，这个地方应该是炮台的驾驶位。哎，还能转呢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个光闪孔。哎呀，下边已经烂得不成样了，不下去了。比较危险。哦，这个有两个高射机枪。这边怎么又一些花花绿绿的线呢？这些线是干什么用的呀？怎么都捡了一块一块的扔在这儿？是出于什么作用呀？奇怪了啊！这是一个什么装置呀？哦，这个地方还有门呢，进去瞧一下。哎，哦，从这儿过不去，从这是往这个船舱去的。哎呀，这下边什么东西啊？花花绿绿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还长了一棵树呢。哦，这里边是厨房呀。那大铁锅，哇，这个铁锅都已经烂了。哎，这个地方还长了一个小树苗呢。哦，这个地方有一个高射炮，这个也是可以下去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难道也是一个炮吗？不太像。啊，到船尾了，看一下大海吧。先从这上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地上怎么都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线啊？猛的一看还挺吓人的。哎，这里边还有一张床呢。嗯，这里边有什么呀？哦，这地方还有日期、月日、值日、港口、纬度、高潮、风向、日出、日没。那边有个门，我们去那个门看一下。这里边有一股这个腐朽的味道。到了最高的地方了。
哎，这什么呀？哎，这怎么还有个简易的这个一个这种坐垫呢？哎呀，从这往下看一下吧。这两头军舰呢，我们就看得差不多了。至于说他们为什么在这儿，又为什么一直处于这个闲置状态啊，以至于很多地方这个铁皮啊都已经烂透了，成窟窿了。这个呢，我们不去讨论啊，我们仔细看一下他们这个现状。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两艘军舰啊，也是我们这个伟大祖国、伟大的海军走向强盛的一个见证，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，对不对啊？在这里啊，也祝愿我们这个伟大祖国在我们伟大党的带领下，走向更加的繁荣富强。